16000，请问一下，你也没有打墙壁，你只有那个白色的那个热水管，请问一下，你的工资需要那么贵吗？那个管子，那加上那个水龙头，你要16000。我听到我简直吓到，我16000，今天装一台冷气，人家那个装那个还要再装电线，没有换热水器，只有一个水龙头，还有这个管子，你这个东西要16000，当成我妈是凯子吗？这样子坑人呢，真的啦，那个普通的那个水龙头要16000，我简直是替我妈，我简直是心肝丢渣的呢。那个师傅，我刚才听我妈讲说哎啊，那个16000，请问一下，你也没有打墙壁，你只有那个白色的那个热水管，还有装那个水龙头，请问一下，你的工资需要那么贵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等一下去材料函，你这个一尺多少钱？这不是这样算的，你这样算的。对，那你的工资，我跟你说，那你的工资是多少钱？你从头到尾你来弄的这个管子，那加上那个水龙头，你要16000。我听到我简直吓到，我16000，今天装一台冷气，人家那个装那个还要再装电线，还要再那个打洞，装一台新的冷气也20000多一点点，你那个装那个一个水龙头，一组也要3000多块。好了，你那一组3000多块，那你这个管线多少钱？哪有可能这样子要16000，吓死人了，太夸张了好不好？你这个是一尺多少钱？问题也不是牵得很远呐。那你要多少了？你要多少了？这样哪有可能16000？没有换热水器，只有一个水龙头，还有这个管子，你这个东西要16000，当成我妈是凯子吗？你这样子真的人家不能接受了。我听到16000，一个管子跟一个水龙头，这样子装要16000，这样子坑人了，真的啦。那个普通的那个水龙头要16000。我简直是替我妈，我简直是心肝丢渣的呢。你那个白色的那个热水管有那么贵啊？对吧？天方夜谭了，当成是凯子削了。一条管子，一个水龙头要16000，我替我妈真的心疼死了。师傅自己也是自己心里明白了，他为什么后面还会退钱？对吧？他如果不退我一点钱的话，退我妈一点钱的话，我等一下要报警，吓死人了。